共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大众向法师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大众请坐。喂。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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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修学《华严经》义海百门210页。五开三藏者，为尘世法界体性及涅槃，皆由大智所现而行造也。即以文字记持尘处所现之理，书之于简为经，即修多罗藏也。好，那么。这第五个义类呢，是来谈这个经律论三藏啊，就以法界观啊，华严中的法界观呢，来谈什么叫做经律论呢、那第一个首先是谈这个经啊，经藏修多罗藏，他说尘。是法界体性及涅槃、那我们知道法藏大师都是来观一个微尘、这一微尘呢，它的体性就是整个法界体性，乃至就是这个涅槃。为什么？因为、这个尘呢，它是缘起性空嘛、我们常常一直在谈的、这一微尘是缘起性空，所以这个性空呢是不可限量，也就是整个法界体啊，这个空性就是法界体，乃至就是涅槃。所以尘就是缘起性空，所以尘就是法界体性及涅槃啊。那这样的一个道理呢，皆由大智所现而行造也。这个大智当然就是所谓的般若智慧啦啊，行造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嘛，照见微尘是空，照见这微尘呢是缘起性空，那就是整体的法界，就是涅槃，这就是由于般若智慧呢起的这个观照，由于这个大智般若起的这个观照呢，所以就能够明白乃至彻证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把这个道理呢，用文字记词啊，即以文字记词尘处所现之理用这个文字呢，来去把这样的一个般若智慧观照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这个尘处就是整体法界。一微尘就是整体法界，这样的道理呢，把它写在书本上，把它记录下来，写在书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经书了，
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经本经书啊，那这就是修多罗，修多罗是梵文啊，就是我们翻译成为经了啊，修 Sutra 啊，修多罗就是经啊。好，所以什么是经律论三藏的经呢？就是波罗智慧观照到的这个层处，就是整体法界，就是涅槃这样的道理啊，白纸黑字写出来，可以流传啊，是这个后世，这个就叫经了啊，这就是经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经、读经、讲经啊，就是因为前人们啊把这个道理啊记录下来了啊。那我们现在看了这个经书，我们也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啊。为成处观察体性，不住名相，随顺调伏，令习诸恶世界及毗那耶障啊，毗那啊，毗那呀，毗那耶啊，这也是梵文啊，毗那呀，毗那呀就是戒律的意思啊，啊，戒律律障啊。那么什么是戒律呢？简单讲，戒律就叫做防非止恶啊。啊，什么叫戒？最简单的定义叫做防非止恶，叫做戒啊。啊，所以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这些都不好的啊，不正确的啊，啊，会造业啦、啊，乃至招感苦果啊，这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受戒来发愿，说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了。啊，杀生偷盗这就不好了，我们都不要做了啊，这就是所谓的戒啊，受戒。好，所以戒呢，它的基本定义是啊，防非止恶，基本定义。那现在在华严的法界观来看，怎么样叫做戒呢？啊，那就是因为呢，可以在观察一微尘的时候呢。啊，观察到哦，它的体性就是整体的法界，你我乃至一切的众生都是同一个法界体啊，就不住名相了，不会去分别你我了啊，不会去执着这个啊种种是非对错了啊，那就能够随顺调伏，令习诸恶。所以因为你观察到我跟一切的众生乃至一切万法都是同一体性，然后不起分别，不住名相，自然就不会再去造恶，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同一体性啊，毕竟空性啊，无恶可造，自然不会去造恶啊，也不会去起贪啊，也不会去嗔啊，啊，没有能贪所贪，没有能嗔所嗔啊，没有能所嘛，不住名相啊，哦，真正你可以相应到法界观的时候啊，真正你可以相应到法界观，自然不会去造恶。其实这个跟六祖所讲的心平和劳持戒意思是差不多的啊，相通的道理啊，只是说你真的会心平吗？啊，你要是真的心平和劳持是真的啊，就没有所谓的持戒的问题了啊。简单讲，会造业就是心不平嘛。为什么心不平？没有证到法界的平等嘛。心为什么会平？同一法界体啊，当然是平啊，平等嘛，平简单讲就平等嘛啊。真的，你把别人看成跟自己一样，同一体性，自然你不会去犯这个杀盗淫妄啊，对不对？啊，我们会去犯杀盗淫妄，基本上都是怎样？哎，为了自己呀，啊，自己想要多贪一点什么，多吃一点，多享受一点，所以就啊会去造业嘛。啊，如果没有你我的分别，自然不会去造业
啊，自然不会去造业。啊，现在问题是不是你真的心平了？是不是真的证到法界观了？啊，真正心平，真正证到法界观，自然持戒，也没有特别说想要持戒的问题了。啊，不用特别说啊，我要持戒了，自然是都在戒法之中，因为他不会造恶嘛。他自然而然的防非止恶，其实也没有防非止恶可谈啊。啊，所以在法界观的啊，这个律藏，这个持戒，就是你一旦真正证到了法界体、法界本体，自然持戒。简单来就是这个意思，自然持戒。啊，哎，那跟六祖所讲的心平和劳持戒是一样的，相通的啊啊，心为什么平？因为证到法界观了嘛，啊，证到法界观自然心平，自然不会再说需要持戒不持戒的问题了，啊，那就自然都在戒法 之中了，啊，于尘上体用法智增旺相对发智深解四方究竟是论即。阿比达摩藏也，阿比达玛，啊，阿比达玛就是这个论藏，啊，就是这个，阿比达摩其实就是，如果照翻译，它就是对法的意思啊。对法，什么叫对法？就是上面讲的体用一对，是不是法智一对，真妄一对相对？你看它像一样，所以阿比达摩就是对法的意思。为什么要谈对法？就是在分析比较啊。所以阿毗达摩就是善于去分析比较，说哦哦，这是体，这是用，这是法，这是智，这是真，这是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他就是在简单讲，他就是要做一个分别嘛，对万法做一个很明确的分别。对法，欸，不能把是非对错相混乱啊，是是是，非是非，这就是啊，是非也是一个对法。其实所有的法基本上都是对法啦，因为如果没有对法，人就没办法分别啊。为什么你可以分别？你分别一定是一个相对的状况，所以你才有办法分别嘛。什么叫相对状态？有跟没有，这是一个相对。所以你去分析、研究、啊，讨论这个相对待的状况，分清楚了。所以对法一定是一种相对的，乃至人类所有的知识学问，它就是建立在这种相对的状况之下嘛。所以爱因斯坦。就抓到这个重点了啊，相对论嘛，对不对？啊，相对论，时间空间没有真正的一个绝对的时空，它是一个相对啊，相对产生出来的一种概念跟分别，所以相对的重点就在我们起分别了，我们起分别才会有相对，如果没有起分别，就没有什么相对不相对了。啊，所以要分别，要就是叫对法，就是这个论呢，它就擅长于去分别这些啊，这些法相啊，简单讲啊，做这些法相啊，甚至法性啊，甚至法性它也要分别啊，啊它也会种种的分析，所以他这里就举出了这些几个常见到的分别，那就是什么体跟用。啊，法跟智，智就是心啊，法就是境啊，哦，法就是境，境界的境，智就是心嘛，心智啊，所以法跟智就是心跟境，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常讲的心外求法，法外求心，这就是法跟心或法跟智，它是一组的，一对的，简单讲。
法就是所分别的嘛。你看，我们要分别种种的境界，分别种种的法义，所以法是所分别，智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能分别，我们会认为有一个能分别，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建立在这种能所的相对待的分别概念上面，这就是对法，就是论啊。所以论就是要来讨论分析啊这些对法啊。那真跟妄啊，也是啊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妄的，这也是。啊，这个也是佛法乃至在所有逻辑学来讲啊。你看我们以前在学这个数学的逻辑，一开始就要先讲叫做真跟妄，对不对啊？真就是处嘛，所以它的代号就是 T 嘛，对不对啊？妄呢就是 false 就虚妄了啊，就是 F 啊，就是啊，P 然后 Q 什么这些的啊啊，这个然后这是这个推论是对还是不对啊？它是 T 或者是 F 啊？这个以前我们国中数学刚开始在写这个逻辑的时候呢，就是最重要首先要知道这个叙述是正确无误的，还是它是错谬的 T 跟 F。啊，这个是我们在研究一个道理的时候最基本的啊，就是这个真跟妄啊，真跟妄。好，这也是一个相对的 这也是一个相对的啊。好，那好好的在这些体用法治真妄种种的相对待的这些法，我们去讨论。我们去分析，我们去了解，能够发自生解。经过我们这样去讨论、辩论、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到了哦，原来体用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法治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啊？原来真妄又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这是就产生智慧了啊，就产生智慧了啊，了解而产生智慧了，这样。一切事就究竟了嘛，啊，一切事就究竟了。其实一切事究竟呢，一切事究竟呢，这就是叫做到彼岸啊。所以你看啊，波罗蜜，我们常说波罗波罗蜜，布施波罗蜜。那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帕拉米达什么意思？它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叫做到彼岸嘛，啊，另外一个是就叫做什么？叫做事究竟。啊，所以波罗蜜呢，除了有到彼岸的意思，另外，啊，波罗蜜这个梵文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到彼岸。所以事究竟，你要怎么事究竟？你要怎么能够事究竟？你必须通达这些对法的关系。啊，你必须通达对法，乃至一切万事万物的关联性。你必须通达明白，你才有办法事究竟嘛，否则你就是简单的事究竟，就是还不清楚不明白，就叫事不究竟啊。对，清楚明白了，哦，原来今天发生这个事情，那前因后果啊，它种种的相对的这些种种的状况啊，今天让我们讲前因后果，前因后果是不是一个对法？是啊，前对后，然后呢，因对果，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人所有的认知、所有的概念，脱离不了对法了，脱离不了对法，啊，脱离不了。包括电脑也是，你看对电脑最基本的对法就是零跟一啊，零跟一，然后这个对法的零跟一，这个对法呢，它就不断的，不断的去排列组合，啊，然后它运算越来越快，就变成现在整个科技啊，啊，现在科技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就是对法
这个论啊，所以论藏也很重要。为什么？就是说你必须去有办法去说明这个世间这一切现象它的这种彼此的关联性，彼此的相对性，彼此的这种因果的关联性种种，你才叫做大智嘛，对不对？不然你就是只会讲空空空讲空，可是分析不够清楚啊，明明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为什么都是空呢？你要讲出个道理出来嘛，是不是？你要讲出个道理出来，这个就必须要论了啊。这当中牵涉到了很多的对法啊，乃至这种辩证啊，所以毕竟缘起是空啊，这样你才有四究竟啊，你才有四究竟。好，这就是论藏啊，阿毗达摩藏啊。好，这个就是以法界观来看呢，来法界观来看，这个经历论三藏啊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一回事？再来第六，明即不即者，这一类呢，跟第七个其实两个是，你看这个也是像刚才讲对法，现在就是在讲对法给你看，你看。第六讲急不急，第七讲什么易不易，急就是一啊，你看就是第六是讲一或者是不一的关系，第七个是讲易或者是不易的关系，是不是都是在讲对法？一跟易就是一个对法，那现在是第六讲，其实呢他这两门其实根本是同一门，只是用的名相换了。其实你看嘛，急就是不易嘛，不急就是什么？不急就是易，不是吗？啊，是不是这两门？等一下你看，就是基本上就是把字换一下啊，把字换一下啊，其实它道理是完全一样的。不要，其实这一百个门哈。就都跟这两门是一样的，换了一些名相而已啊，就换了一些名相，它就在一个道理，什么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道理，然后换了不同的名相，换了不同的对法，听懂了吗？换了不同的对法，现在因为你没有四究竟，你没有大智慧的时候，换了一个对法，你就被这个对法怎样困惑住了。讲佛跟众生呢，你就开始说，因为我们会执着佛是佛啊，众生是众生啊，不是吗？对不对？我们会执着，所以当你一直在这些名相上，我们所分出来的对法起了执着分别的时候，你就没有四究竟了。啊，你要是真正四究竟了，其实这一百门是一门啊。然后一门呢，也可以演出一百门、一千门、一万门，乃至无量门。哎，无量门还回归什么？哎，无量门还回归，这就是架杠的华严义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也不能说，那师父，那这样我就学一门就好了，那你就偏了啦。啊，师父，既然都一样，我就第一堂课我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你就以一去废掉一切啊，这就不对了啊。那你也不能执着这一切的差别，一切差别其实没有差别，它回归在这一门当中啊。那其实接下来的包括会三乘一样啊，一而三，三而一啊啊。所以虽然我们慢慢有可以去。体会到说真的这百门是一门，是一个道理，可是我们必须把握因缘，把这一百门修学过去。为什么？就是华严这个在师学们讲初步即道，非未无余后步啊。你不能说我初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常讲了初发菩提心即成等，那所以就好了，那接下来就不用修了，我已经
发完菩提心了，我已经成等正觉了，这就是执理废事嘛。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虽然他是讲同个道理，可是你必须要去试究竟啊，你不能执着在那个一啊，你必须把一切走完，你必须把一切走完，才有试究竟嘛。而且一切走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其实原来没动啊，虽然没有动，可是又走了很远，走了很远，可是其实没动啊。这个就是法界之奥妙，不可思议，就在这个，这个就是你要去体会啊。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地方，我们有稍稍体会啊，但是没有试究竟啊。为什么今天可以体会，明天就体会不了？为什么？等一下，哎，人家给你讲几句话，你又起心动念了，对不对？啊，又起执着分别了，啊，那就开始又不对了啊。所以真正入法界。啊，真正入法界，那真的是一即一切，一切即啊。所以你不能说啊，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啊？它是一念无量劫，无量劫在一念。你是真正去证到这个道理，你是证到这个道理，不是说啊，今天心情好哦，对对对对，一即一切，一切即。明天遇到一些事情了，身体又出状况了，家庭又怎么样，事业又怎么样，这个华严就不见了，法界就不见了，这样就没有试究竟啊，就没有试究竟，所以说必须我们，虽然名相，是同个道理，可是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名相都要有办法通透。那最难通透的就是我嘛。你说你真正放下这个我人的分别了吗？对不对？没那么简单。你要真正放下我人分别，起码你现在是阿罗汉了。对，那你说现在你真正谁证到阿罗汉？不要说什么初地二地，对不对？放下我这个破我执啊。不是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修学啊，才有办法真正试究竟啊。好，所以呢，这两门明显都是一种对法啊。那第六门呢，它是说急跟不急啊，急跟不急，很明显这是一个对啊，其实就是一跟义啦。那怎么是急？简单讲就是性空，不急就是缘起啊。一切法性空，所以彼此是相即入的嘛。一切法是同一个法界体，简单讲，同一个法界体就是急，同一法界体，同一性空，桌子、椅子，全部都是空。这个空性呢，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性就是急啊，大家是一样，是同一体性，同一空性，这急。不急呢？缘起不同啊。你是张三，他是王五，他是李四，个人有个人家庭，对不对？个人有个人的要做的事情，这不能坏了缘起啊。反正呢，我们同一体，你家就是我家，对不对？我家就在全家所以全家的东西就任我拿，对啊，是你讲了全家就是我家啊，所以说你不能坏了缘起啊，不是说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有一首歌很好，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哦，好好好好，那就是谁家你都可以进去拿东西嘛，所以这个不能坏了缘起啊，虽然是同一空性同一离体，可是这缘起不能错乱了。如尘相缘小分际无体为法，故说即也。不爱尘相宛然故，
说不及也。好，好，首先他先说明什么叫做及，什么叫做不及。什么是及？成相圆小，分计无体为法。好，这个断掉的断，无体为法。这个很微小的这个成相呢，它其实它的分计无体，就是它没有分计啊，你找不到。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它的空性嘛，只有空性才是它啊，是分计无体的。唯法就是唯是法界本体，所以讲起来就是一唯成，它其实就是整体法界。啊，这句话讲白一点，就是一唯成就是整体法界啦。啊，他讲文绉绉一点要，要哦，成相微小，分计无体为法。啊，就是为法嘛，就是唯是这个法界本体嘛。啊，好，那说不光是成相啊，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分计无体为法。啊，好像波浪，第一重波浪也是。这个整体的大海水，啊，第二重波浪也是什么？也是大海水。第三重波浪，所以如果从这个大海水来讲呢，它是急啊，第一浪、第二浪，它是同一个大海水嘛，所以所有的波浪是同一体性，这就是急，这就是急，所以这违法就同一个法界本体，啊，就好像所有的波浪呢是同一水性。啊，啥这就急。可是呢，不爱成相宛然故，说不急。可是呢，你也不能说，那就第一重波浪跟第三重波浪就相混乱了，不行。一波一波，一浪一浪，还是清清楚楚的不同。虽然它是同一体性，同一个大海水，可是大浪小浪，啊，第一浪跟第一千重浪，它还是浪相有差别嘛？所以同一个法界本体呢，你不能说啊，张三跟李四就变成同一个人，你不能这样讲啊。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去谁家都没关系，你也不能这样子啊。你该回哪个家就回哪个家，你不能跑错家啊，跑错家事情就大条了，对不对啊？所以不坏缘起就是不急。所以你看，其实就是还是一个就是性空，一个缘起嘛，对不对啊？性空就是急，缘起就是不急啊。只由成相不急于法，会通而言，方为急也。又由成急法，故是急。不按缘起是不急也。好，这个是从二谛圆融来讲，什么叫做急，什么是不急啊？哦，前面的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先简单的说啊，性空啊是急，缘起是不急。在第二个层次呢，啊是说缘起就是性空，所以叫急。性空就是缘起，所以叫做不急。它多了一个圆融的角的层次啊，啊，多一点点圆融的层次啊。所以呢，什么是急？缘起性空嘛。缘起成相不急于法，这个是从缘起边来讲的。成相是有分别的，所以呢，你不能说它就是整个法界体，你不能去做这种啊执着。可是呢，是可以会通。哦，所以成相不急于法，会通而言，就是缘起就是性空啊。当你会通了以后，你才能说急。简单讲嘛，你看成相是有分别，对不对？成相是有分别的，法界体是一真法界性是无分别的，所以你不能说有分别就是无分别。一个是有分别的成相啊，一个是无分别的法体啊，所以你不能马上
就说它是极啊，一个是有分别，一个是无分别。可是后来为什么又可以这样讲？因为会通了啊，因为会通，所以他现在就是在谈二谛圆融的问题啦啊，缘起就是性空，这是啊会通了，所以就是极啊。那么反过来，这也是一种另外一种话，就是互不妨碍啊。虽然成极法，所以你看哈，他前面说不极法，现在又跟你说怎样成极法。我们一般人就会成呢是极法还是不极法？好，所以他前半段他跟你讲成不极法，现在又跟你讲成极法是极，可是这个极也不碍缘起，啊，所以啊，简单讲就是说，这个理跟事啊，理跟事呢，到底是一还是义？我们这一门叫做体跟用，体用什么？开合门啊，体用开合门，体用开体就是理嘛，用就是事嘛。哦，所以说理跟事，空跟有，性空跟缘起，到底是一还是义？这就是要套一句《金刚经》讲“无有定法”，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决定是一还是决定是义，也不是决定是空还是决定是有，要看众生的根基因缘来说这个法，这个就又我们常以六祖坛经讲的，问空以有来答，问有以空来答。你说到底是有还是空？你不能说它到底是有还是空，你不能这样说，你只能说因应现在的这个人，所以你会说它是有。可是因为下个人跟经缘不同，那你可能你就要说这是空，好，所以你不能执着有一个我们常讲标准答案啊，哦，这个佛法就是无有定法，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哦，只是一个方便啊，哦，方便说法。就是前面讲的药跟病啊，药跟病呢，其实就好像这个空拳啊，空拳要指什么？指这个小儿啼啊，对不对？啊这边哦，都弄啊，比了各种的这个手势拳法，小孩子看了你的手势拳法，哎，他就不哭了啊，不哭就好了，你也不用在那边比了啊。重点是小孩不会再哭了，小孩不会再哭就是众生不会再受苦了。至于刚才一定要比什么吗？你不能说一定要比三角形，有的小孩子看到三角形他就不哭了，可是有的小孩子可能看到小孩他哭得更厉害，对不对啊？那你要看这小孩子看比什么他可以不哭吗？啊，跟吃药一样，吃药你说一定都要吃补药吗？什么人来都是补药给他就对了，啊，或者是什么人来都吃泻药就对了，啊，不是嘛？你要看这个人，你不会去说，欸，医生你怎么这个人开补药，那个人开泻药，啊，那如果说你不会对医生说为什么这个人开补药，那个人开泻药，不会产生问题，那为什么佛对这个人讲空，对那个人讲有，那就不成问题啦，啊，是不是啊，哦？因为这个人他执着有嘛，所以当然你就要跟他讲空。这个人开始要再执着空，你就要跟他讲不是空哦，是有哦。你不能否认掉这个前因后果哦。哎，地狱有哦，不是没有哦。有没有极乐世界有哦？你不能偏空啊。啊，你不能去直难说佛说，哎，哎，释迦牟尼，你怎么一下又讲空，一下又讲有？到底是空还是有？啊，哦，哎，啊，就是，所以说，就是你如果懂医生在医病，就是这样啊，啊，哦，你不能说，直问说，
医生你怎么一下子开补药，一下开泻药啊？啊，就算是同一个人好了，哎，同一个人，他昨天去看是开补药，今天去看他又开泻药，你说，哎，奇怪，你怎么今天跟昨天开的不一样了？病情不同了嘛？啊，就算是同一个人啊，是不是这样？哦，好，所以这个佛法呢，哎，应机则妙，就是这样啊，哦，这应机则妙，我们必须抓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应机则妙。哦，所以都是方便施设啦，哦，所以前面的药病的问题就是其实没有病，到最后就是没有病也没有药啊，不哭了嘛，小孩子不哭了就好了，众生不再受苦轮回了就好了，哦，就本来无一物啦，哦，好，所以呢，尘到底是法还是不是法呢？这个就是都可以讲，为什么？因为就是面对不同的众生根基因缘嘛，哦，那第一个从尘就是从尘不是法，尘不急于法，可是呢会通的话就会变成尘即是法了，叫急，哦，好，那有的人一开始是认为尘即法，可是尘即法你也不能执着，哦，法你简单法就是那个空性了，就是法界体嘛，哦，法就是法界体，就是那个空性，哦，可是呢即使尘就是空性是己，你也不能妨碍什么缘起的现象，哦，所以既然有缘起的现象，那就是又变成不己了，就是不同，哦，就是不同，哦，好，简单讲最后两句话就是缘起就是性空，所以叫做即性空，就是缘起，所以叫做什么？叫做不即。那开头两句是讲性空是即，缘起是不即啊，没有那么直接，马上说二谛一起啊，二谛的这个融通来讲啊。哎，就差在一点点啊，所以他后面再多说了一个层次啊，那但是道理还是同一个啦，道理还是同一个啊，道理还是同一个。好，急跟不急呢，如果清楚了，后面义跟不义就是完全是一样啊，因为义就是前面的不急嘛。不义就是前面的急，哦，所以这两门其实就是换个文字而已，很明显的换个文字。好，不然你看他说为尘之四相是义，尘之四相是义，就是前面的什么，就是前面的不急啊，就是前面的不相，尘相不爱尘相宛然，是不是？你看前面的不急讲尘相宛，啊，这里讲尘之四相，不是一样吗？啊，每个微尘的四相 不同嘛，差异嘛，宛然嘛，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以尘之四相啊，缘起，这个就是缘起嘛，啊，缘起的四相有差异，尘之四相，客体为法是不易。你看，可是论到它体性呢，就是同一个法。就违法就是法界体啊，那他要文字简略，所以就不要再讲那么啊什么法界本体那么长，就是讲法就好了啊，其实就是他的法界啊。可是论到这个尘体，它其实就是法界体，所以所有的尘，所有尘相，所有的一切万法的体都是同一个法界体嘛，所以就什么，就是不异嘛。啊，这个就前面的那个集啊，你看它就前面那个集，就是成像圆小分际无体违法，你看到违法其实就是一样嘛，你看两个都讲违法，是不是啊？违是那个法界本体，一违成乃至无量无边的佛刹同一法界体，
一重波浪，它也是整体的大海水去形成这个波浪。无量无边的波浪也是同一个大海水去形成，所以一重波浪跟一切波浪是同一个大海水。哦，那个大海水就是它那个法界本体嘛。哦，所以客体为法，那个法界本体是不异的。所以你看这个根本就跟前面是完全一样，理路根本就完全一样，只是把前面的义、不，把前面的不及改成义，把前面的及改成什么不义啊，不及改成义，及改成不义啊。哎，这个就是要对法，这就叫做对法。什么叫做对法？现在你看他就在对法，所以其实实在讲起来呢，祖师的注解一定是对法，他都在分析嘛，啊，分析佛陀讲的经嘛，啊，分析啊，分析剖析，一旦要分析剖析，一定是开始就有对法的，就是一定是对法。因为人要是没有对法，就没有办法分析。因为第一个，你看，你不管说学什么学问，基本上要先有个定义，对不对？你如果没有定义的时候，你没办法谈事情啊，没办法谈事情啊。所以说你要个定义，定义就开始。什么状况是什么状况不是嘛？这叫定义啊！啊，什么状况是叫做 A？ 如果不是这样的状况，就不是 A 了。这就是叫做最基本的定义。这个那就是 A 跟非 A 嘛 ，A 跟非 A， 这就是一个对法啦。我人众受相就是也是对法，我跟人嘛，什么是我，什么是人嘛，对不对？哦，所以一定都是对法的，你放心好了。只要我们人的学问、分别、知识，基本上都在对法上面。哦，那现在你要知道，对法是真实的吗？对法本来就是虚妄的、方便施设的。哦，所以人类对整个宇宙呢，才慢慢从牛顿的绝对时空、绝对时空的观念，慢慢变成相对论。时空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种我们自己施设出来的一种分别而已。乃至到现在的量子力学，越来越去说明了这种万事万物的一种不决定性，简单讲就是这样。啊，其实量子力学最重要就在说万法的这种不决定性、不确定性。啊，啊，这个不决定性、不确定性，佛陀早就讲过的啊。啊，无有定法嘛，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快了快了，科学家再努力一点就快要开悟了。他就悟到了，哇，原来没有真正的原子啊，啊，也没有真正的量子啊，它的出现是一种几率跟可能性而已。啊，现在量子力学就是讲到这种，这现在这是科学家讲的话，不是我们佛学讲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哎，慢慢慢慢的，这些科学家讲的好像越来越佛学化了，啊，越来越像佛家所讲的话了，啊，所以那个有我认识一个退休的中山大学的物理系教授，他讲的，他是物理的教授啊，博士，美国拿的物理学博士啊，后来他遇到佛法，他想说，啊，他说啊，原来量子力学，人家释迦牟尼佛2000年前就讲过了量子力学，啊，这是人家科学家讲的话，不是我讲的，哦，嗯，好，所以呢，这个
他其实就是换个名相，换个名相，意就是不急，不意就是急啊。其实他讲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他先分析什么是意，什么是不意，好，然后再又要融通了嘛，一样，他步数是差不多，先分别，然后再融通啊，先分别个定义啊，然后再融通。只有法体不异，即异异方成以不失体故。法体不异，才成就了异的这个，才成就了异异的分别。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什么？法体不异，法体不异是不是性空？法体不异就是一嘛，不异就是一嘛，法体不异就是法体是性空，对不对？可是异异就是缘起啊，所以他这句话就是什么？法体不异即异异方成，看起来好像脑子要打好几个结，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换成性空跟缘起，你就说哦、啊，就是这样，没错。为什么？法体不异是性空嘛，异异方成那是什么？缘起嘛，是不是？啊哦哦，原来的性空就是缘起，然后不思体故，不思体故就是虽然它缘起的，可是它还是什么？它还是性空的，有没有看懂了？性空所以不妨碍缘起，可是虽然缘起了，仍然还是什么？仍然还是性空啊，所以不思体啊，它还是原来的性空，不会变成缘起之后就变成完全不空了。它还是性空的，可是性空呢不会妨碍缘起，虽然缘起，可是它还是原来的性空本体。好，你就用水跟浪一样啊，一水起万重浪，对不对？起了万重浪，难道它就不是水了吗？一水起了万重浪，万重浪还是原来那个水啊，没有变啊，所以不失本体嘛，所以不失体故。好，所以呢，这就是性空，就是缘起。可是缘起还是什么？还是原来的性空。那下一段就在讲另外一个方向回来。啊、哦，只由尘世差别及不异异方成，以不坏缘起方言理也。啊，一样啊，你我们就直接代换缘起性空比较好看的啊。层次差别是缘起还是性空啊？缘起嘛，层次差别就是缘起，对不对？那不异异，不异异什么？是缘起还是性空？性空嘛。就是正是因为缘起，所以就什么性空？没错啊。为什么性空？因为缘起，所以性空啊。所以性空呢，就是因为缘起，既然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有没有自性？没有自性，所以是不是就是性空？是。所以尘世差别，所以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一切法都是缘起，都没有自性，所以就不异啦。因为每一个法，桌子没有自性，即非桌子，椅子没有自性，所以什么？即非桌子，所以桌子即非桌子，椅子即非椅子。那请问你有没有差别？即非桌子，即非椅子，即非张三，即非李四，怎么会有差别呢？好、哦，所以不异异就成了。好、哦，可是呢，仍然不坏缘起。虽然不异，可是不坏缘起。啊、哦，这样才是真正的理呀、啊！啊、哦。所以虽然是同体不异，可是仍然不坏缘起，这样子才成就了这个啊，这个真正的这个理，啊，这个法界华严的法界理体啊，这样才真正成就了。所以呢，这一段就是缘起就是性空，可是性空仍然怎样？不坏缘起啊，是不是这样？前一段是性空就是缘起，缘起还归于什么？性空。这一段是什么？缘起就是性空，可是性空仍然不坏什么？仍然不坏缘起。好，有时候哈、欸、如果一直停留在文字上，你会觉得好像说为什么这祖师喜欢这样绕来绕去啊。好，
这个就是你对法的了解层次停留在文字的时候，你就是当然你就觉得他在绕来绕去，你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干嘛。可是如果你悟到真正他要讲的那个法界体的时候，你就懂得欣赏，说人家的悟境妙在哪个地方。啊，你我们还没有他的意境，我们写不出这种东西出来啊。哎呀，你不是懂一点了吗？来，你我就这样讲，你我们已经应该算是可能有懂一点点的。来，那我们来写写看嘛，对不对？对啊，我们来写写看啊，来。啊，华严，华严法界观，我们也听过华严经了，我们也修学过十玄门了，啊，也修学过五教止观，来来，慢慢写一个，对不对？然后流传后世，啊，写写看啊，好、啊，这就是啊，自己写不出来呢，又看不懂人家在写什么。就开始有一些人就，就变成说啊，好像这个大乘佛法都没有什么，啊、哦，哎、欸，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真正入法嘛，哦、啊，真正我们也不敢讲说我们真正入法，我们只是就是说，一个智慧这么高的祖师，他为什么一直？如果说他叫 repeat 好了啦。啊、如果真的用我们理解方式，它叫 repeat 好了。那智慧这么高的人，他为什么要 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 吗？我们真的知道他在 repeat 什么吗？所以你不要太过用文字的层次上，否则你就是错失当面错过。简单讲就是当面错过。啊，如果你觉得说每次上课啊。慧谦和尚每次讲就是这些缘起性空性空缘，真的、啊、我也知道我每次讲就是这个啊。像问题我看来看去不是我每次这个那个，连法藏法不是法藏法师，法藏大师啊、哦，哎，我们法藏法师26还会来哈，我们法藏大师如果能来的话就不得了。有啦，法藏大师其实是一直都在了哈，好、哦，哎。所以说，不是我喜欢一直讲缘起，或者我只会讲缘起性哦，而是这个佛祖开悟、祖师相传的，真的，我们这样看起来，不是我只会讲。如果你要我只会讲，你可能也要讲说释迦牟尼，我只会讲这个，这些祖师大也是在讲这个啊。般若说了22年。对不对？49年，哎、有22年在讲般若，哎，释迦牟尼就会讲空啊。你这样就是变成办法了，所以你不能说啊，每次都讲空，你不能用每次都讲或每次都听到。现在是问题是什么？你入了没啊？哎。跟你讲说等一下、哦、我们要做麻婆豆腐，我讲1000次的麻婆豆腐你都没有去吃一次啊，问题在这里啊。哎呀，麻婆豆腐多好吃，我讲了啊，问题是你都没有去吃 啊，或者是那个药，我跟你讲这个药有很好很好，你要哦，这个药我跟你介绍了老半天，这次用这个方式跟你介绍，那次用这个方式跟你介绍，你问题你就是还是不吃啊，那有用吗？对不对、啊、所以只好不断的讲，看有一天是不是真的你可以把它吃下去了嘛。啊，我们就是法界体，我们就是一切法，就是法界体，缘起就是性空。啊，这个法要只是耳朵在听，心有没有入啊？心没有入就是那个药没有吃啊。问题就是在这里而已啊。那你说我不可能讲，因为真药就只有这一贴药而已啊，就是这个，这就是真实的药。佛陀是真语者、如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
为什么讲不异语？大家会觉得说不异语啊，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叫不异语了，真的没有其他的了，就是这个法而已。啊，千经万论，真法只有一法，就这个。啊，这一法就一切法，啊，一切法是一法。哦，这个讲的好像就一直在这边，这就是你这个不是说语言文字在绕绕，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法可以入心呢？哈，好，所以说呢，我们不可以说，好像每次都是这样，你就觉得好。就慢慢的就是叫做慢法的心起来了，这个很严重的慢法，轻慢再一步就是毁谤啊，轻慢这个一圣的教法啊，轻慢大乘佛法。甚至三乘法也不能轻慢啊，轻慢三乘，轻慢二乘也是不应该的啊、哦，所以我们要注意，不可以轻慢。但是好像每次都这样，这个为什么？因为的确啦，哈、啊，从我跟我师父开始学习，就是陆陆续续就是都有知道有一些会慢慢变成轻慢的情形出来。啊、哦，的确是会有的，的确是会有的啊、哦。所以呢，我们这样去分析，这样看呢，其实不是说，我就是好像就是一直都是只在讲这个，不是我喜欢讲或不喜欢讲这个还是那个，而是你要真的东西还是假的东西的问题。如果你要学真正的佛法，真正的法，那佛。祖师大德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你要真的学，真的把它学到。其他的，我跟你讲，你没有这东西，你所学的不是叫做佛法。好，我们可以说，禅定不能叫做。真正的佛法，因为如果禅定就是佛法的话，这个佛陀在跟外道六师这个修到最高的禅定啊，非想非非想住定，他就是还是不能解脱啊，对不对？哦，布施就是说，其实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都是共外道神通，都是共外道的，所以真正的法。真正的佛法必须建立在这个般若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个法界观上面，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如果你舍此去对这些所有的这些佛教的这些很多的现象啊，你如果都是在这些佛教的现象上面去参与去耗药，可是，一听到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很 boring。这个其实你是在远离佛法之中啊，啊，你是在啊，你是真的，你没有学到真正的佛法啊，你没有学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前进的来啊，虔诚恭敬的来去面对这个法义，你不能轻慢它。前面就啊，我知道了。其实你真的知道了吗？没有啊，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一境界一来你就垮了。这看太多了啊、哦，看太多。我自己也常常在检讨我自己啊。啊，最简单一句话，嘴巴说通，行在由衷嘛，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检讨出来了嘛。啊，嘴巴说空，行在由衷。对了，讲缘起性空，性空缘，真的吗？你真的心行，你的心都跟这样的法相应吗？啊、别人不知道就算了，啊，自己呢？自己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清楚明白，那就是欺骗自己嘛，啊、所以说啊、
这个法义必须不是说你为什么要听，是因为不断的在熏习，不断的在熏习，不断也在提醒自己。今天简单讲，你今天没有来熏习，没有来听课，你就是在熏习别的东西啊。很简单，你看你今天没有来听华严，你就是在做其他事情嘛。不管你做什么，如果用这个对法来论来看的话，你今天没有来听华严一层，你就是落入其他世间法。不管你修布施、修持戒、修忍辱，还是说去做一些什么更差的，就是在造业了啊。所以你如果没有来熏习这个，你就是在熏习别的嘛，很简单啊。你不是来啊，你不是来熏修这个法义的话，你就是在熏修其他的东西啊。那当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嘛。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要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听啊，就是要慢慢慢慢，真这个法入了，就算开始入了以后，这当中还有深浅的不同啊！哦，诸位，不是说啊，我入了，我懂了就好了。那还有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乃至等觉、妙觉啊！哎呀，初地，你能说初地不懂吗？初地他是懂了、啊，他也证了啊，那他就说哦 ，OK 了，没有嘛。初地菩萨还要去听佛讲法，你想他如果 听佛讲法，到极乐世界去听佛讲法，你想佛阿弥陀佛会跟你讲别的法吗？阿弥陀佛会跟你舍此华严义海百门而另说其他吗？如果你往生了，到极乐世界佛陀跟你说法，或者是观音菩萨跟你说法，有可能他讲别的吗？如果讲别的，那就叫做异语了。所以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安心在这样的教法，你如何在极乐世界安心嘛？因为极乐世界的所有人都在讲这个。为什么诸佛是不异语啊？不讲其他的，讲其他叫做什么？叫做这个细论佛啊，叫细论啊，细论真的啊，这个叫做真实语啊，真实语是不异语，不可能再有其他真实语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安住在这个法义上，这个会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安住，没有办法在这个法上起一个大法喜心，你很难在极乐世界会发喜，因为极乐世界就是通通在熏修这个东西啊。你到极乐世界干嘛？他也是在熏修这个啊，不是吗？不然你极乐世界，你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干嘛？啊、哦。当然它是可以有好看的一些东西啦、有这个水鸟树林啊、但是你不要忘了，水鸟树林接下来产生出来的生意又是什么？又是念佛念法念身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在这个法上没有法喜，这个就是我们有这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业障，这就是我们的业障、哦、如果我们听这个华严，我们听这个义海版门没有欢喜，只是觉得越来越 boring 啊，每次就是讲这个啊，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各位，这不是我喜欢讲、事实摆在眼前啊，对不对？五教止观也是啊，十玄门也是啊，没有离开这个法，没有离开这个法，所以讲初步即到没有错啊！啊，讲了缘起性空，性空就到了。问题就是非位无后部啊！你怎么样把这个缘起性空，性空也能够真的很深入到始究竟？不能只有半桶水啊！你要缘起性空，
既然要学，你要给他学秀进来，你不能只是哦，对啦，我听了两堂，我知道了，回来那是不是半桶水，是无量的大海水，你就取了一滴，你就觉得可以了，哦，然后你就说啊，反正大海水都是我这一滴水，你就执着那一滴水了，这个就是愚痴了嘛，哦，所以呢，我们这个法义缘起性空性，它是甚深无穷啊，套我们华严讲，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不能落入所谓的口头禅啊，不能落入所谓的口头禅，我们一定要用心去体会，而且你要有一种法喜啊，没有法喜，那就是我们有障碍，跟法没有相应嘛。你看人家法藏。这个法藏大师何等的智慧，武则天都要亲近跟他亲近学习啊，对不对？武则天何等哦，一代女皇呵呵武则天，对不对？哦，你看他对大师这么的恭敬呢。好、哦，那武则天，你看这位女皇帝不简单啊！你去看，能够在那个时代，你看现在。已经很讲究女权了，对不对？已经算比较讲究女权。那你我们说已经在比较讲究女权的时代，一位女士要出头天有这么容易吗？还是很不容易的啦，哦，还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哦，所以这个武则天 是有她不简单的地方，所以她这么有才华。福报的人，所以他懂得要听经闻法，他懂得要对法藏大师这么样的恭敬。他其实不是只有对法藏，他也当时六祖慧能，他也是要请进公子，六祖慧能不去啊，他只请到了神秀大师啊，他当时也供养好多好多，当时因为唐朝。中国国力最强，也是佛教最兴盛的时候了啊，也是佛教所有的大师差不多集中在那个时代这样子，哦，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啊，这个武则天他会对大师这么敬仰，武则天的才这个才干，啊，对大师这么敬仰，然后大师的智慧。他为什么这样写这些东西？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用很等于说用自己很浅薄的智慧去，没办法去体会，那真的业障是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对大师的智慧，我们起不出那种赞叹心、欢喜心、感动的心，那就是我们跟法的距离怎样太远了，啊、哦。好像一个很美丽的画，我们没办法去欣赏，那就是我们的美感太差了嘛，对不对？啊，不会没有办法去欣赏，啊，没办法去欣赏那么美好的画，或者是那个音乐，啊，好像有句话叫对牛弹琴，啊，对牛弹琴，那个交响乐弹的，哦，弹的这么那个牛听了也是，哦。啊，如果说我们上了这些课，最后也是感觉是对牛弹琴，那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牛身上，我们的牛也太钝了一点哈。我是不晓得啦，就是说，我只晓得说不能慢法。这个我们如果没办法说达到100分的法喜，或者也没有说很大了，但是至少不要先不要轻慢，要先。有一个信心说这个法绝对是甚深微妙，只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很深入去体会它啊，那一个是业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是你要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闻思修，不断的听闻，不断的思维啊，不断的忏悔业障，
你们我们文殊菩萨到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啊，忏悔业障，十大愿王有没有忏悔业障啊？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他还在忏悔业障哎、欸，那我们你说你不用忏悔业障了，那你是比普贤菩萨还要厉害啊，对不对？啊、哦，普贤菩萨还要怎样？请转法轮哎、欸，对不对？十大愿王不是吗？对不对？请佛住世，还有什么？请转法轮连在一起的。你想请佛住世、请转法轮，会离开这个华严义海百门的道理吗？不可能嘛！所以普贤菩萨他的意思就是，我要忏悔业障，然后我要不断的亲近善知识来听闻法义。如果我们对真正的法义没有那个真的，我们就好好忏悔，然后好好的不断的熏修。普贤菩萨也就是在做这些事情而已。普贤菩萨就在这么做啊、哦，人家已经做到等觉菩萨还在做，我们现在还距离那么遥远，我们要加紧做啊、哦、我们要加紧做，赶快赶上啊、哦，嗯。好，所以呢，这个易不易啊，急不急，它是一样，就是说，啊，为什么？就是慢慢我们抓到一个理论，就是它其实它就是不断的在反复的在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只是用不同的话、不同的东西啊、不同的概念来讲同一个道理。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是说，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开始好像觉得哦啊就是这样子，有这个念头就要很检讨了、哦、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慢法心，慢慢不知不觉已经在我们内心发芽了啊，就是这样子而已，这就是慢法的心了、哦、如果没有遏止这样的一个慢法的心，它 这个种子它就会发芽，越长越大，越长，有一天它盖掉你所有的善根的时候，就很难救啊，就很难救了、哦、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能慢法、哦、当我们开始有懂一点点的时候，其实、哦、我们不是学佛法会这样，学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当我们开始学会某一个学问的一部分，一点点，有一点心得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开始轻慢起来了。你去观察就知道，不是只有学佛这样子，学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为什么？这就是我慢的习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我慢的习性、啊，就是自是非他嘛，自己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自己是好的，别人没那么好。这个是一种我慢的习性，这个是根深蒂固的我执，所以很容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要尤其要学法来讲，这个对法的慢，是对于法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啊！啊，对于法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所以我也是很感恩我师父。给我取这个法号，慧谦，慧谦，对不对？还要谦虚啊，谦受益怎样？满招损嘛，啊、哦，就是我们学法一定要啊，常感不足。你看我们印光大师，他已经都是大家都尊称他是第十三代祖师，他大这么大成就，他也是说常常愧身啊。啊，就是自己做的没有很好，连印光大师都觉得他说，那我们凭什么？你有什么得恨？觉得说我修的不错啊，怎么还怎样怎么样？我都修的蛮好的，啊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说，哎，修行学法哈，常常要感到。啊，自己还是很不够啊，真的很内心的去感恩，而不是说
啊，好像应付这样啊，觉得，这样啊啊啊，修得不好，其实心里就说，对啊，我就是修得蛮好的，很多人还修不好，哦，这个心念哦，就常常要去检视啊，啊，我们的心念要去检视，啊，这个不是在跟人家辩论上啊，就算你辩赢人家了，不会因为你讲赢人家了，所以你的修行就进步了，绝对不会的。所以不用在口舌上面论输赢啊，要在自己的心行上面去检讨，跟法有没有相应，这才是真实的。你讲赢了，吵赢了，表面上大家都给你鼓鼓掌了，那你就是。你不要说什么，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些富婆外道下面抬轿的人多不多？多到不得了啊！抬轿的人多得很啊，对不对？这些哦，这个前一阵子最红的这什么紫衣神教，对不对？人多，那你说真正他上路了吗？真正在法上的他真的上路了吗？对不对？哦，我们也不是在检讨他，我们是在说，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就算赢得再多人的掌声，再多人给你抬轿，这都不是你真正入法的证明啊。有没有入法，还得彻彻实实的去检讨心，跟真正的释迦牟尼佛跟祖师大德所传下来的，刚才讲的这个经藏、修多罗藏，是不是相合？其实从禅宗虽然说是强调说这个不立文字教案表，但是他最后都要什么？已经印心啊。前五祖都是用什么？都是用能伽经，用能伽经来印心。到第六祖用什么？用金刚经来印心啊，还是要用经典来印心啊，不是他自己想出一套东西来印啊，还是要用佛说的来印啊。哦，所以你看那些、这些的根本都不看经的，然后就有一点这个神通啦，还有一点弄得神神鬼鬼，再加上人家说根本就像有点像老鼠会这样的一种行销方式，真的啊，所以说就是人多的很多啊，很旺啊，可是真的有法吗？经都不看就会有法？那他是什么佛来着？他也可以说不用看经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脱离经教啊，不能脱离经教啊，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法上呢，我们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其实你慢慢的你是会去体会到说，这个法的不是可思议，就法是一个没有错，可是它为什么可以开合？你看这些都要体用开合啊，它可以开成一百门啊。可是合呢？合在就是这一围城是一法界，一法界啊，可以有无量世界，它可以开，可以合啊。你慢慢去看到这个法的奥妙之处啊，你要去体会到啊。所以你看，他说：“经云，圣其世尊于无义法中而说诸法义。”这个应该是佛陀的弟子来讲的啊，就是某个经啊里头，就是什么菩萨在赞叹佛啊，他说哇，佛陀啊的一个甚为奇妙稀有的佛陀，能够在无义法中而说这些诸法之义啊。那我再帮他补一句话：于诸法义中呢，而说无义法。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慢慢去就说，哎呀，这个法真是妙不可言。你会体会到他那个，你不会觉得说，哎，怎么又是好？你就不会停留在说一个好像很肤浅的说啊，就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不是。你会去感受到佛陀的甚深智慧、广大智慧，你会感受到。然后你再开始在唱善佛器，就不会是没有基础的。你因为简单讲，对于佛陀的功德、佛陀所说的法义，你不了解，你都不了解，那你说你来赞叹佛，是不是从某个角度赞叹的有点虚虚的啊？啊，我举个例子啊，我说，哦，秀儿好棒哦，好棒，好棒哦。啊你，你其他人都说。啊、也不知道秀娥是谁、啊、反正师父都说好他好棒、欸、你就只好说哦，对对对他好棒棒、啊、你是不是讲的有点虚虚的对不对、欸、他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好事还是做了什么样你都搞不清楚然后你就只能跟着大家说哦，他好棒棒、啊、就有点虚虚的、啊啊、所以我们赞佛大家赞佛会不会赞叹的虚虚的久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佛学到出来他就不学，因为他没有深入法义，他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建立在说刚开始觉得、欸、唱起来很好听，但是什么再好听的歌唱久了也会怎样，也会腻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对于佛的法义还有佛陀的功德真实的功德你没有深入的去了解，有一天你赞佛你就赞叹不出来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赞叹什么啊。啊佛、哦、啊因为大家都在赞叹佛嘛啊好像啊唱起来也蛮好听就三不五就是去唱一下这样子。可是你在唱什么你也不搞不清楚。你只是觉得很好听啊不错啊啊唱的时候蛮感动的。哦、所以说这个法义的重要性就是说你所有的赞叹或者是你的修行才有真实的基础啦，才有真实的基础，否则时间久了就好像那个草没有根一样，时间久风一大一吹就走了，就被吹掉了。可是这些很根深的、这些大树风再怎么大都吹不动了，为什么？它这个扎根扎的深呢、啊？所以这个法义就是我们所有修行的那个根基。因为你没有这个法义的根基的时候，不是说你现在没有修行，而是说你这个修行没有法义的这种根基的时候，你是很容易被这些业风一下子就卷走了，你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你最后就怪修行没用，不是修行没用，是你自己没有基础嘛，你自己没有基础啊。好，好，再来本末，你看本末还是一样啊。本是性空，末是什么？缘起啊。啊，来，那我们来看，他说八明本末者。为成空无性是本，你看我讲空性原这空性是空是本嘛，成空无性是本，这个就是讲空性的。成相差别是末，是不是缘起啊？成相差别是末，你看，所以他讲来讲去，你看他的分析就是对法，其中一个是讲空性的，其中一个是讲缘起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就是一直在讲对法。前面的义跟不义，急跟不急，现在讲什么？本跟末，看到了没有？对法。其实人类的知识概念，就从来就不可能脱离这个东西啊！啊，所以他只是在把你所有的知识概念，其实是他时间生命有限，如果
他可以要写，可以写百门一海百门，可不可以写？如果他时间生命可以在这最延长，他们能写一海千门，可以啊。一海万门，可以啊。只要人类的知识又出现什么对话，他就马上又可以再分析了，他就可以了，所以叫无量门嘛。啊，不是只有百门啊。啊、哦，八部中道。中论的八部中道，你真的只有这八个吗？不止嘛，这八个只是啊、一个很概略性就提出这八部啊、我也可以说百部啊、千部、万部啊，因为你看，就是八部中道也是在谈对法的问题嘛，生灭啊、不生亦不灭，常断一意来出，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对法。六祖慧能也是说什么？哎，56对哈，还是几对？有没有啊？最后他要这个传他的一个法要的时候，也是说，哎，我就总而言之，我的法门就是重点就是不出这些对法几这56对还是几对啊？对法就是所有人类的知识概念。好、哦，好，只是先来谈本末啊。末即非末，以相无不净故；本亦非本，以不爱缘成故。一样，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说缘起呢，不只能执着缘起，缘起就是性空。说性空呢，性空也不能执着，它就是性空。性空就不爱什么缘起，哎，就是同样的道理啊，有没有啊、嗯？所以你看，末即非末，要讲末哦，你不要执着末哦。啊、讲缘起你不能执着缘起，因为相无不净、啊、相无不净，无不净就是净啊，净就是空啊，净就是空啊，无不就是复复得正啊，无不就是消掉了，无跟不两个可以变成消掉，就是所以相就是空嘛，所以相呢，这个缘起呢，缘起就是空嘛，就是净嘛，就是空，所以相也是空啊，所以说末呢即非末，你不要执着那个相是有的，相其实也是空的，是净的啊，所以末即非末，本呢这个空性你也不要去执着那个本，本亦非本，所以怎样不爱缘成故啊，虽然性空可是不妨碍它缘成有相，即以非本为本，虽空而恒有，以非末为末，虽有而恒空，你看他还是一样，他又是要二谛圆融，看到了没有？还是在讲二谛圆融嘛？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嘛？哦，虽空而恒有，缘起就是性空；虽有而恒空，缘起就是什么？性空嘛？对不对？所以那就是我们常讲《心经》的两句话，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这是信经哈、哦，应该可以讲心经深不可言啊，哎，就看你对心经体解到什么程度而已啊。你要这样讲起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三四门，没有离开心经一句话、啊，是不是？他的什么即不即亦不亦，不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吗？那现在本末还是一样啊，对不对？哦，好，非本为本，非本就是缘起嘛，就刚才讲的非本就是末嘛，啊、哦，非本就是末，就是缘起。可是呢，缘起就是性空，就是所以就是为本了，啊、哦，那可是这个空呢，这个空却是恒有的。啊、就是说啊、非本为本，有即是空，所以这个空呢却恒常是有，那非末为末，非末那就是本嘛，非末就是本，那就是空啊、所以非末为末，那就空就是有，可是虽有而恒空，它其实就是要讲有跟空的一种圆融啦，啊、有跟空的圆融，有即是空，空即是有，就是这样、哦、当知末即随缘，
本即具体，具体就是性空嘛，空性的本体。好，所以末就是随缘，就是缘起，本就是体，就是性空。所以这个异类谈本末，本性空，末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所以本亦非本，末亦非末。今体为用本，用一提起。啊，所以呢，本跟末呢，就是其实就是体跟用嘛。本就是那个本体嘛，啊，用是什么？是末，啊，是那个末，啊。可是呢，体跟用两个是互相互为这个因，互为因缘的，所以一体起用，全用归体嘛。所以体起用，所以体是用之本啊，体是用之本，用全归体啊。那所以说这个用一体起嘛，所以用就是它的末嘛，啊，用就是体之末嘛，啊，由体起用，所以用是体之末，体是用之本啊，用是体之末啊，啊，他就是在讲这个体用的关系啊，啊，所以。体用的关系，也可以说体是本，末是用，体是性空，用就是缘起。所以最后他引经，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所以从这个无住之本，无住，无住就是讲的性空嘛，立一切法就是缘起，所以一切法就是末了。好，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叫做舍本逐末。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一直在分别这一切法，而不知道自己的心体到底是何物的时候，就叫做舍本逐末了。心外求法就叫做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哈。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哈，做个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大众礼谢法师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